女子的1200公尺大队接力的决赛，大会纪录是由台北县所保持的2分40秒49。每一棒要跑100公尺，一共有12位来参与我们1200公尺接力的大队接力。加油！暂时领先台北县，紧跟在后桃园县、屏东县、台中县，加油！台北县、屏东县、桃园县、台中县、新竹县，紧跟在后的是屏东县、台北县、新竹县、台北市、台中县、澎湖县，加油！屏东县，加油！桃园县、台北县、屏东县、新竹县、台中县，参考成绩2分46秒58。